鲜红鲟搭配台湾辣椒酱和南洋特殊香料，颜色讨喜的新加坡辣炒蟹香味扑鼻，热腾腾起锅。牛角蟹、粉钻蟹、梭子蟹跟扁蟹。秋天是吃螃蟹的季节，从入秋到立冬，美食主角秋蟹独占鳌头。金沙蟹马卡龙、菠菜蟹肉堡、软壳蟹寿司，各式小点精致呈现，总计多达16种多国风味、25道鲜蟹料理，每一样都有满满的蟹肉海味。螃蟹本身要是它的本身的鲜甜，咸的马卡龙跟一个小汉堡，寿司里面会卷软壳蟹，吃起来会脆脆的。日式吃到饱餐厅，这个季节依然是蟹味独霸一方，由续蟹、佐渡花蟹领军，还有现煮的帝王蟹杂炊和帝王蟹味噌汤。这是我们帝王蟹杂炊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添加我们蟹粉或葱花，提升它的鲜度做品味。各式何时把费，帝王蟹是隐藏版九团赠礼，8人用餐免费送，2人只要再加888，不同口感蟹肉美味一次满足。很 Q 弹，很好吃，很鲜美，它的分量真的很足够。生日的时候吃这个海蟹之王是很有意义的。食补季节，多国料理佐以肥美新鲜螃蟹，无论是精致小点或豪迈帝王蟹，都有浓浓的季节海洋风味。记者王志文、李婉婷，台北报道。捍卫言论自由到底，抢救中天，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，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